先把他的脚全部都掰下来，包括钳子，然后用剪刀分别剪下大腿和小腿。哎呀，腿肉！接着用小腿去顶大腿。你们看，这样完整的腿肉就出来啦。接着掰掉肚脐，打开蟹壳。注意，这些蟹在里面全是细菌和微生物，可不能吃。这个肚子当中有个白白的，是蟹心，弹性最大，也不能吃。蟹壳里面还藏着一个三角形的蟹胃，还是不能吃。拿掉这些之后，就可以尽情享用美味啦。不过啊，螃蟹是寒性食物，小朋友可不能多吃哦。今天的问题是你爱吃螃蟹吗？关注我，开开心心找知识。